膠原蛋白是人體一種非常重要的蛋白質嚟嘅，主要咧就喺一啲結締嘅組織裏邊啦。膠原蛋白佢好有張力嘅嚇，咁啊喺皮膚裏邊咧就保持一個彈性。咁而膠原蛋白咧就會老化嘅，咁啊令到皮膚咧出現皺紋嘅。咁膠原蛋白除咗皮膚裏邊出現咧，喺韌帶啊、軟骨啊、骨頭啊、牙齒啊、位血管裏邊都揾得到嘅。咁膠原蛋白點樣做出嚟呢？咁其實咧就喺我哋日常生活裏面吸取到一啲蛋白質，佢經咗消化咗之後咧，就形成氨基酸，而呢個氨基酸有需要嘅時候咧，就會製造呢一個膠原蛋白噶啦。嗱，市面上嘅膠原蛋白產品咧，其實只不過係蛋白質嚟嘅啫。咁呢啲蛋白質咧，食咗之後咧，就經過我哋腸道嘅消化啦，消化咗之後咧，就會形成氨基酸。咁當身體咧就覺得個皮膚係需要多啲膠原蛋白嘅時候咧，就會攞呢啲氨基酸去重組啦，嚇就會製造多啲膠原蛋白，就喺我哋嘅皮膚下低產生啦咁。咁所以咧，服用呢一啲嘅膠原蛋白產品咧，基本上咧就唔能夠直接吸收，所以咧冇乜研究顯示咧話佢真正係有好大嘅作用噶。食豬手啊、牛筋啊、花膠啊，其實就冇咩作用嘅，除非你本身咧身體咧欠缺咗啲蛋白質。咁食豐富嘅蛋白質嘅食物咧，就可以幫助呢個製造呢個膠原蛋白啦。咁所以牛肉啊、豬肉啊、雞肉、海鮮都可以噶。咁喺呢個情況底下，你食幾多豬手啊、牛筋啊、花膠都冇咩作用噶啦。維他命 C 咧就可以幫助我哋骨膠原嘅合成嘅。咁維他命 C 嘅食物來源咧，主要係一啲嘅深綠色啊、黃紅色的蔬菜啦，金桔類啊、莓類啊、番茄、檸檬等等都含豐富的維他命 C 嘅。咁維他命 E 啦，同埋礦物質 C 都係啲抗氧化食物嚇，幫助呢一個皮膚免受呢個破壞嘅。咁堅果類型嘅食物咧，就會含豐富維他命 E 嘅啦。咁多啲食谷類啊、鱈魚、吞拿魚、紅蠟呢啲咧，就有豐富嘅礦物質 C。咁喺日常生活裏邊咧，我哋最好咧就做好呢啲防曬嘅工作。咁啊，唔好等一啲紫外光咧，就可以造成幫我哋皮膚造成傷害啦，加速呢個膠原蛋白嘅流失，咁啊令到我哋皮膚咧提早老化噶。Fine Doc, your doctor is here.